所有记者的电视门马上停了，否则会打你死哦。什么玩意儿？收看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密集相互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太阳雨净水机我家的第一台净水机指定播出。哎呦，哎呀，好美啊！这个是任务卡卡片，来拿出来读一下，读一下，他读啊！哎，你不要小看我，不要啊！你来，花样姐姐，好，姐姐就没了。下个，快！这个我这个荣幸，我让智能姐来。花样姐姐的任务是，花样团成员轮流的当值摄像，记录下花样团的南极精彩瞬间。哇！我们第一天是谁？好，你们有定下？最小的。好，那我最小的。好，那我先来吧，我先来。好，来。你现在马上给我把衣服脱了。把谁衣服脱了？我是导演，快点，赶紧吧。老师，我负责这个。对，赶紧吧。把谁衣服脱了？说清楚。把眼睛翻起来。对，好。然后呢？把嘴闭上，翻起来。对。你，把这给我。把这个给我。对，乖。行。啊，可以这样欺负人的。把它交去，张大嘴巴，没让你吃呢。三二一，吃。哎，那太好玩了。好，哎，怎么这么大啊？现在我们要玩一个游戏。OK， 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呢是，我们要比赛吃冰淇淋。根据金晨的提议，花样团将进行一场吃冰淇淋的比赛。每个人各制作一份冰淇淋，成员们蒙眼挑选一份冰淇淋，最先吃完的为胜。今晚上最方的 ，OK？ 好的 ，OK，OK，Let's go。那，好紧张啊！感觉他要把这一盒一口拿过去。对啊，我这个叫做胖三斤的面包。呜呼，这样会不会太多了？真是对不起。I'm so sorry。哈哈哈哈。我们要定一个惩罚吧，要不然惩罚对谁最慢一个，晚餐的时候就服务大家。好，可以啊，惩罚 OK， 可以。好，等一下发勺子，还有一个。天哪！好，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就好了。哎，快点快点，我要吃。我们就摸嘛。哎，这个导演怎么那么慢呢？他什么急啊？我们一会儿直接用吸管就行了吧？都化了，你靠听觉辨别一下大概的位置。好。我数三二一，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好了，三二一，开始。啊！快了快了，哎，他怎么抠到完美？我真傻。OK， 我拿了。
要吃碗哦。你妈妈要要。Harry， 你放辣椒。我怎么番茄酱？我的怎么那么好吃？你吃了，志玲姐。好了好了，哎，志玲姐，那个不是我弄的。人之初，性本善。我是最善良的，我只加了好吃的东西，因为那只有我自己吃的，就没想到。就跟吐血了一样。善良男，你放辣椒了吗？没有。还有多少？你还有挺多，一座山。辣椒味儿，好吃吗？跟吃酸辣粉一样，大家。哎，好吃吗？这个。吃酸辣粉一样，我的还好。哎，不是。哎，在我身上。还好吗，妹妹？我 OK。看一下你还有多少？啊，我看一眼。淡定。我是最善良的，我是最善良的，我是最善良的。哎，我快吃完了。嗯，不要再啊，你一直输吧。不要再啊，你一直输吧。不要再啊，你一直输吧。你这一直是啊。打什么东西啊？俺不吃东西啊！别打！哎，你不要再，你不要再笑，你不要吃 ，OK？ 要认真的玩这个游戏啊！我真的好辣！我吃完了，加油！很快了。啊！那个老大的还没有吃完。怎么还没吃完？是没有吃完，还有。老大，你还有两口好不好？对。哎，你的眼不能不能辣，哎呦，我的不辣，哎呦呀，我的刚才辣，现在不辣了。好 ，OK， 完成 ，perfect， 没了，金姐完成了。好。啊。完成好，完全没有冰淇淋，都是辣椒。阿胖姐，胜负已定。阿胖，醒醒，醒醒，醒醒。怎么都喷？哎，不应该呀、啊，我应该吃光了，怎么会剩这么多呢？那个大爷，啊？我不知道，他太远了，我怎么可能给他？脑袋一直往里面塞东西，我跟你说。这个最后那么多是，全都几乎是老大的。你是不是裁判？你是不是裁判？我接下来一个月都不会吃雪糕。
我很抱歉，我这次错了，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吃的。他刚好吃了。可是他也是有点笨。我没有想到他，谁拿到这个真的会把它吃掉的。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会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车是谁的，但是我。你们这是要吃完的吗？第一个想法还是想说是要把它吃完，所以 Harry 说最后说可以不用吃完，我想说哎，为什么可以不吃完？没有，可是你那么难吃，你为什么把它吃掉？就那么难吃，想说奇怪谁？我一直想说 Harry 你完蛋了。那我给吃一点按摩。对，按摩。那个是我的荣幸吧？那个是我的荣幸吧？好吧，我帮手帮按摩。我帮你按摩。所以现在宣布结果就是两个男生。今天晚上要好好服侍两位姐姐。我真的一个月不会吃雪糕，真的。他是。服了，从今天开始没有冰淇淋了。我的妈！哎呀！你的手现在很多很多。已经冰凉了。搀扶你哦。已经冰凉了。爱情，爱情，情情真，哎呦！哦。我觉得有一点点淡了，不太够，淡了，还需要味道再加重。OK。好。可以了。请问味道 OK 吗？咸了，咸了，哎呦！差点就加了，我觉得还是需要点辣味。没问题。算了，看样子也挺为难你的，我就给弟弟喝了。大家好，今天要举行皮划艇项目，请前往大厅集合进行相关培训。在南极玩皮划艇，最重要的是防寒保暖措施，因此参与者都要穿上特制的橡胶防水衣，可以保证参与者不慎落水后起到防水保暖的作用。然而这种救人命的防水衣在穿戴时却让人吃尽苦头。会有点小，你的头要塞进去哦，对不对？啊，套进去。有点像那个要伸出来 ，baby 伸出来，你看。That friend looks like when I was born. Okay. 大元仔，等一下，他准备要伸出来了。啊对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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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gear? About what you have to wear? So make sure you dress warm under these. Okay. Okay, all right. You guys can go ahead and take your gear off. Take your gear off. Take your gear off. Take off. Oh, 我不想脱了。怎么样？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你胳膊先出来，胳膊出来，对。伸出来吗？哎，女的还是男的？男的。各位朋友，请前往四层更衣室集合，我们马上将进行皮划艇项目。在滨海中划皮划艇算是旅途中非常刺激的一项活动，在这个冰和海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自由自在的前行，划着双桨近距离地感受南极海浪的起伏，如果幸运的话还能与海豹亲密接触。哇哇，今天要怎么穿啊？好麻烦啊，又要生孩子了。先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妮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So you're getting in first, right? Yeah. Roy, 老大加油。很晃是吗？
哎呦，我有点害怕。可以，老大，你可以行了，老大。不想掉，我真的不想掉下去。你害怕我们怎么办？我以为会很简单，很容易，就可是我一进去，我的屁股就一直就往左右左右，然后就很不稳准这样子，所以真的不容易。水里有什么东西，那个旁边也有很多东西。赶紧往后退，因为
害怕挡住他们，害怕影响他们过马路。往后滑。不要打扰他。上百只海豹就这么近哦，就是我和你现在镜头的距离，然后我还看到他们游出来这样看我们这样，然后又滑下去，就我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就是特别的，就是哎又谁来了，就是这种那种表情。探险队员说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说我们太幸运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只有那一瞬间，我觉得来到这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就是我被山还有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还有水拥抱着。郭队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是往脸上套一个胶皮丝袜往外刺那种，基本上是面目狰狞，整个脸的就是这样的。有韧性更韧性，美多斯密集修护精油独家冠名的美多斯花样姐姐。南极行程过半，接下来花样团将迎来南极之旅的最大挑战，在南极大陆搭帐篷。叫男生五个，分组，然后一个现实搭帐篷。那如果我跟 Harry 哥分组的话，那我们跟女生一起住吗？男生一组，女生一组。那就是我跟亨瑞哥一组。对。你是女士呢？不是，我以为是他是男女。你有什么你没有跟我讲吗？没有。那我们会。还是你要跟我们？我是妇女会长。妇女会长，今天刚好，今天过节。女生会长。今天过节 ，OK， 好。最慢的一组将留在这里过夜，在这里过夜。赢的人留在这里过夜，赢的人留在这里过夜。我的个天啊！So I'm gonna say ready, set, go. 妹妹们都 OK 好 OK， 没问题。一、二、三 ，Go！ 开始。三 ，Go！ 开始。Go！哎，风太大了吧？哎呀！快点！你拿这两边，你确定没有错啊？对对对对对对，另外一边。
放下。对，放放哦。OK。好，放下。好，放下。好，OK， 拿这边。好，来。那边。就先拿走。哎，是怎么弄来的？啊？你不记得？拿住啊！我拿那一根。拿另外一根。哦，我好箱子呢。哎。嘴巴四个角，我们这边我们一起勾才会勾得起来。再把它放进去哦。不用啊，就这样子啊。啊？这还有一个。啊 ！no no no no！ 等一下。咦？怎么会这样子？哦，好。一二三，好啦，好了。嘿，苍蝇进来快了。我们来盖被子。好鸟。OK 吗？你那里 ？OK， 我这边好。OK， 好了。OK 吗？好了。不是，那个。哇，那么快，你看。哎。我拿脚给踹到里面了。哎。哎。你干什么？哎呦！哦。Oh, you're so sweet. Spot on. Yeah. Yeah. 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就祝您这个吧，好不好？我们不弄了，就祝您这个，好不好？刚才那个探险队长也检查过我们，三位女生的帐篷，表示 OK 了。啊，恭喜！现在结果是三位女生获胜。那弟弟们就在这儿睡了。对。很危险呢、啊，不危险。这里是我们那个探险队员选过的，很冷啊，比较安全的地方。你们有睡袋啊？睡袋？有睡袋，对。Don't cry。哎，我们一起把它完成吧，好不好？好。你们真的太坏了，我还以为有十几个一起住呢，结果就我们两个有点凄凉。现在是要两个帐篷，那真的太凄凉了吧！哎，真的有点危险哎！我也觉得太刺激了。两位挑夫去领自己的睡袋，然后三位姐姐可以先离开了。我还没有要睡觉。啊，在这睡觉吗？现在还天亮，怎么睡觉啊？啊，好想在这儿住。我这个是真的，好像是真的，是真的，要把那么多东西放进去的。来，其他人准备登船啦！真的假的？你要不要跟他说几句话？说什么啊？你想说的话快一点，有可能他明天不会回去了哦。我把我房间房卡给你，去我们床上睡吧，不要躺在那个沙发上了。没事，啊，我只是想在这儿睡而已。走了，哇哇哇！哎 ，Where you going? Good luck. Oh man. No way. Are you seriou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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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e can't go. Please. Please. I love you. Please. No. 哎呀 ，Where are you going? Back here, in here. 哎，这个留给你吧。那 I'll be good. I promise. 你们俩一人一个，我这个留给你了。嗯。What's this? What is this? 姜母茶。What is this? Oh, not allowed. Ah! No, oh. 姐姐，我们的另一瓶姜母茶被他们没收了。Can't take food. Can't leave it here. Can't chocolate. No. Okay, just hot water is good, right? What have you got? Hot water. Hot water. Just hot water? Yes. Okay,
hot water. Yeah, that's fine. Hot water. And we'll bring the toilet back. Flashlight. Okay. Yep. You have the toilet. That's fine. Yep, okay. We'll bring the toilet back. Okay. Nothing else? Nothing else. Okay. Let's go. Good night. One last hug, then.怎么办？姜母茶热的，说不行，可以驱寒的。他说不能拿到这里。好好的哦。哎，如果我不回来的话，你跟我家人说，我还拿给他们哦。然后他们跟他们说对不起。啊，不是，真的要在这住一夜吗？那瓶热茶不能留给他们吗？给了，给了，没关系。啊，你放心吧，放心吧。好啦，拜拜。啊，明天见，明天见。拜拜。你们好好的。화나게웃어요난걱정하지마요拜拜。拜拜。난지금도이렇게웃잖아요明天来接你们 OK 一大早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나만기억하면되니까잊지않을게요웃어봐요胖真的走了啊！真的走了！啊！哎呀，好可怜的呢！啊！好可怜的呢！啊！好可怜的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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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走了！哎呦！啊！哎呀，可怜呢！拜拜！我们还要想办法。只剩下我跟你了。真的走了。跟他们。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天啊！哎呦，还是让他们回来吧。啊？太冷了，那个地。哎呀！可是他们看不见咱们呢。啊，真的。太远了。啊，完全可以。能看清吗？能看清。啊，对对对。啊，看到。什么？他们干嘛呢？听到很多企鹅的声音。哦，你看到他们了？他们在跟我们打个招呼。啊！这里。在船上。没有。你看吧，最后，后面。看到了吗？啊！哎，我们没有死掉，我们还活着。听见吗？听见了。我们在。
看到了，看到了。我天哪，看到这里，这里。离这么远，然后他们能看到我们奋力的招手，就忽然间我们三个都特别想他们。突然间真的很想他们，就很想大家一起抱在一起，就很突然间很珍惜在船上的每一刻。我不够，你要什么东西啊？哎，真的不行的时候一定要说哦。喂，不行，我们一定怎么样都想办法去把你们带回来。装病，装病。真的吗？一定，一定，一定。没关系，我们是男生。我是 man， 我们一定会的。赶快躲到睡袋里，保暖最重要。好的好的，你们放心吧，如果有什么问题跟你们说，我现在挺好的，我们都挺好的，我跟亨瑞哥加油，加油， love you。 这一突然是喝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哎呦，我脑子还在想他俩能不能拜拜。哦，回去了，回家回家回家。接回来吧，马上天黑了，晚上会很冷，而且那边一点灯都没有，再游上去一批海豹，哇！我们睡到几点啊？请问？早饭之前大概6点多。现在才5点多哎。现在6点。6点了，所以你是说在要在这里12个小时？12个小时，洗衣服啊，看片都是这样的。有12个小时，在干嘛？6点半，从现在12点30，太冷了，我今天不洗了，我今天忙不过了。跟今天特别凉，我们在那个搭那个帐篷的时候，那个风巨冷。这是南极好吗？睡袋，那个帐篷薄的呀。我觉得他们那个身体应该承受不了，然后又会不会照顾机器人？我不要两个弟弟到时候出事。我几个睡觉更好啊，人生难得的。啊，是啊，我也想睡啊，我想睡企鹅。其实我是很想躺在这里，但是可能12小时好像有点难过，我很怕，就晚上就是海狮、海豹什么的跑过来敲门啊。哎，我听说这里有鬼。晚上有鬼吗？你想这里晚上 OK， 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都没有。哦，对哦，一点灯都没有，那很恐怖。很黑，很黑。对。对，一到晚上真的很恐怖的，没有任何灯。那我们怎么过啊？我们是要感受到南极的生活。对。可是不是要感受到12个小时。我觉得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我喜欢你刚刚说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那你们当时这么想，那个为什么没有故意放水？忘了，没想着。对，没想着。我们搭的还挺投入的。对，没有看那边怎么样，然后。对，但弟弟能，我好像是让了咱们。怎么办？不会什么就睡就睡了啊？怎么办？如果你不想睡，我们就尽力做；如果你想睡，我们就放给他们。我不想睡在这里，可是我也不，我不要让他们睡在这里，我不要让他们睡在这里。这个游戏只有一个答案，就男生怎么可能会赢？就是我们不可能会放下女生自己在那里住，我们自己回来啊！我觉得这一般男生都不会做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不是，你故意慢的？不是，我很快，我一直在。
你忘记了。哎，是你刚刚忘记了好不好？我有忘记，可是我没有忘记。你都忘记了，你在抖一抖抖，是你在放水。你一直在这样抖抖放水，我以为你也想在那里住宿。没有，我就看有一点邪，我就跟着你这样子的。我就看你抖了好久，然后我就说，我以为你想在那里住，那我就。我怎么可能在想要在这里住？那怪我咯。OK OK， 要 re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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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要害怕 OK。好，我们可以进去那里。我们完蛋了！放松一下吧，啊？放松一下吧。OK， 要开心，要开心。放松一下啦。你会学企鹅吗？它会摔倒。就感觉天快要阴暗下来，而且你看到乌云就飘过来了，真的是瞬息万变，感觉瞬间好像它就是也许会飘雨飘雪，然后气温可能就突然下降个十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要不然去找导演说一说，好，不然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好，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找导演说，好吧，那咱就抓紧时间，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好好，导演在哪儿？想点什么办法？不在，导演不在这儿啊。他没有那个对讲之类的吗？他应该没有。广播一下行吗？他给我们广播一下不行吗？哎，广播也不行。等一下，怎么样？怎么会是这种感觉啊？是什么感觉？脚好像不够长哎，都出去外面了。哎，到晚上会很冷。我也觉得。真的会很冷。这一直在动，怎么办？冷吗？啊？冷吗你？如果冷的话，我们可以抱着。好。互相抱 ，OK？ 嗯，好的。抱的话不会冷，对，就这样抱。行。Dear friends, we're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all outdoor activities have to be stopped right now due to the weather condition. Please go back to your cabins immediately. 导演。导演。导演，因为马上就下雪了，所以已经派船把他们接回来了。真的，谢谢。现在是这样，探险队长说，在这里可能会有危险。待会儿可能会那个派一艘船过来接你们。啊？要回去了？是不是因为这边现在起风了？啊？啊！起风了，太去了，早太可惜了。要回去了。
啊，哎，你看，哎、啊，哎，你看我，就是太危险了，不能在这里。对，不能这样子。哎，我多么想要，不能轻易摸。我多么想要在这里啊、哦，睡一个晚上。哦、no, ，我怎么可能在你想要在这里住？哎，啊，太好了。哎，对哦，可以把这个放在这里。啊！哇！放心了，是你们救我，是你们救我们的吗？救我们？没有，我们先救你们，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花样姐姐由太阳与太阳能、太阳能一切指定播出。哎呀，两个小屁孩呀，三个小屁孩呀，四个小屁孩。更衣室集合，我们马上将进行第一次南极大陆登陆。经过几天的航行，花样盘终于抵达了梦想之地南极大陆。南极大陆是地球上最难接近的大陆，即使在南极的夏天，大陆周围的海洋中依旧漂浮着数以万计的巨大冰山，为海上的航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至今为止，全球仅有10,000多人真正踏上南极大陆。对于每个登上大陆的人来说，这都是无比幸运，也是终身难忘的经历。我们要登陆南极大陆。是大陆还是大地？南极大陆。哎，好像只知道现在10,000多人。上去过，只有10,000多人，所以我们是10,000多，其中的五个，对。企鹅在欢迎我们了，真的，哎呀，又穿了西装。So welcome to Nikko Harbor. Nikko Harbor. Yeah, great. 现在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到南极了。对，我们是真的踩上南极的土地，而不是任何的岛屿。我们之前没有踩到，是，对吗？天哪，多踩一踩。到了，踩到了，踩到了。OK， 拜拜。OK， have fun。谢谢。哈哈哈。爬山。哦。怎么了？
为什么？在寒冷的南极世界，执行着一项残酷的自然法则，企鹅夫妇一般一次会生育两个企鹅宝宝，但是他们只会养育一只强壮的小企鹅。企鹅父母会让两只小企鹅进行一场赛跑，输了的小企鹅就会被淘汰，任其自生自灭，而强壮的那只会得到父母所有的爱。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不应该是很美好的吗？不应该在南极大陆是大家都很向往，觉得这是个更神圣一片禁地的感觉。我一路走就觉得啊，不想看，我真的不想看，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很残忍，非常的不堪入目，惨不忍睹。我觉得这是我在来到南极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大家都想到说企鹅，看到企鹅就会很可爱啊。我觉得大自然这个所谓的适者生存，或是这种自然生态的这种，不管是平衡啊或什么也好，其实真的给我们上了很宝贵的一课。这些很大吗？那应该是爸妈吧。爸爸，你这些坏爸妈啊，坏父母啊，你不好啊，把你一个孩子丢在那边，教训你。哎，你看这里，他们在那个妈妈在喂他的那个 baby。喂他的是爸爸。你哦，是爸爸，爸爸。对，妈妈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去捕食了。你看，哎，你看这个 baby 还穿了一个帽子，哎。哎，他是迷彩服。啊，他是从迷彩服要变成西装。所以他现在在吐东西给他的 baby 吃。哎，你看，可是这个他爸爸跟他长得差不多大呀。对呀。他爸爸也不大呀。有良心的爸爸，你看啊，自己没有吃好，给东西给那个 baby， 哎，你们好瘦，哎，今天学了很多东西哦 ，OK。所有父母亲都是这样的吧？对对对。真的跟我们人很像，我们的父母他们都为了我们孩子，就会吃很多苦，会让他们的孩子就是过得很好。那就要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谢谢爸妈，谢谢爸妈。听妈妈的话，嘚嘚嘚嘚嘚。南极公约，近距离观看企鹅时，游客不能主动靠近触摸，必须要与这群小家伙保持距离，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企鹅主动靠近游客。我喂你。
在看我们，一切干嘛？他在观察。宝宝，啊，吓到了。哦。他脖子那圈毛太逗了，他自己叼不到，好像是。叫我们走开。真可爱呀，这些小家伙，摔倒了都那么可爱。阿尔胖啊，你太胖了，快一点啊，运动流一点汗啊，快点走，走，我的妈呀，要减肥，可以的。哎呀，放鞭炮，对，听得像轰炸的声音。是雪崩了吗？我以为是我们这边的。这声音太吓人了。走。可以的。到了，我们是登顶了吗？天哪，好美，好美啊！哎呀，我们拿着这个照个相吧。好，我们先拿。起个。我要脱衣服在这里拍个照。老大胖了。老大，你最近胖了。哎呦。三胖也要脱，很冷。还好吧？是啊，其实应该挺爽的啊。对啊，二胖你脱不脱？你脱我就脱。没起脱。上午的时候有很多游客来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然后什么都没穿站在那儿拍照，然后就觉得哇，这才是。拍照啊，其实我也有这样的冲动，想把衣服脱。然后我在想，如果我是个男的话，我应该也会这么做。还是学校拍吗？我，走吧。嘿。来吧，我们往回走了。往回走了。我好想要就这样安静的十分钟看着对面的雪，有时候你会很想把那种平和的感觉留下来，我都觉得我们应该要小声一点，不然感觉好像破坏掉了这里的美。再见了，南极大陆。拜拜。
喝花样奶鲜，做花样姐姐。花样姐姐由喝出自然女人味的贝依美花样奶鲜特别支持。我觉得我们今天感觉到非常甜蜜的事情，就是一对夫妻，然后他老公希望帮他老婆在这么特别的地方过一个特别的生日，那也希望给他老婆一个惊喜。因为我生活中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给惊喜给别人的人，所以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想去好好去布置它。我觉得这里的商店真的没有什么可以买到很惊喜的东西，也没有花花花花。不然我们给他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我给他泡个酸辣粉怎么样，泡个酸辣粉怎么样。把这老太太就是把他遮住眼睛，然后送到那个船头，让老爷爷上去抱着，就是站住了，下面没有什么东西。太浪漫了，太浪漫了，这太浪漫了。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再送个小礼物。礼物我可以准备啊。哎，我从北京带到现在，那个礼物太好了，听起来就是对的。真的，真的，天安门、天坛、长城。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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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She's quite be smiling, man, because she got mad too. It's okay. It's broken. Tradition is for good luck. Ah, long yes. Life. You tell her that, okay? Okay. Okay. 好，你们先上去吧，赶紧先上去吧，先点餐嘛。等你们哦。对，我抓紧，我会抓紧的。哦，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好了吗？我们时间到了。需要一点时间来用小哥，对吧？小英突然出问题了。他们那个。他们那个结冰了。是因为他这没有松了，是不是那个？太久了这里面。啊。现在马上得出发，现在马上得出发。你们先坐过去，然后给我5分钟的时间。好，可以。觉得没有。突然之间 ，Henry 哥他小提琴好像有问题，二胖姐缝了刚刚才一半，其实时间还蛮紧迫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Yes.
very beautiful today. Yes. And what kilos are two? In Chinese tradition, it's for like good fortune and long life. It's a very, very good metaphor. Yes. Thank you so much. We wish you a very, very happy birthday. Yes. And may all your wishes come true. And it's all from your husband. Yes. I believe he has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Make a wish. Yeah, make your wish. Can I get it too? Oh, okay. 如果有另外一半这么用心的帮你准备生日的，我觉得就算是当天只是手牵手说个生日快乐，我都会很感动，很感动。我希望我以后也可以要，我可以要那么老，还是跟我的老婆一起那么开心的。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能有这样很长远的感情，然后还能珍惜那种浪漫，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挺羡慕的。Should we sing one more time? Happy birthday. Okay, yes. Everybody. Yeah, let's sing together. Can we sing together? Yep. Okay.